喝海水吗？反而会更渴哎，不要这么冲动。哎，徐弟，这个人很壮哎。你有在练吗，先生？我现在就在练啊。他这么强健的体魄，一定经得起沙丁球攻击他的头部吧？一定的，我们就扎死他吧。我攻击，趴下，趴下，跳船，跳船。大家来见识一下，在海边喜欢做各种运动的人到底需要准备一些什么装备哈。所以像这位先生，他的身上应该是先生，你怎么练出这些肌肉的？一共有8块肌耶，每天持续的大概3个小时的运动。可以过来让我们美女检查一下你的腹肌的状况吗？好壮哦！啊，这个是需要平常每天才可以变这样，每天要练习。等一下，你不能这样的。你在按它会变形啊，因为还没有练得很好。那怎么样才可以变这样啊？你在按它会有点变形。哎，你到海边这么壮，应该不怕打吧？可以。好，演艺圈有一些明星很喜欢海边的运动哈。那平常有一些是看不太出来的。我要承认，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当中，有几位我不知道他们是喜欢海边运动的人。我也是。然后有几个我是知道，而且有一位还有渔民证，这真的是非常出色的一个表现。就是那个怪胎吗？不要讲那么直接。我欢迎第一位出场。这真的是你的吗？这真的是我的啊。哦，好，所以请你解释一下，这样是这样，是怕它走失吗？不是，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没办法测，就是预测那个大自然的力量。有的时候你不绑着的话，那个浪一来，你的板子就会被打到。我以为前冲浪板会更大哎。我的这个是 body board。你说的是那种，对对对，就是所以 body board 有什么差别吗？这个就是你要趴在上面玩的，然后跳上去，然后等浪来，然后赶快冲出去。永远不能站起来，是不是？这个不能站。一直趴着，对啊，然后滑水，对。哦，你不喜欢站着吗？我没有那么厉害。可是你趴着，这样不就是跟你趴在那个叫什么浮板上面是一样的道理？不一样哎，就是它还是有一个技巧，就是我们都会等浪快要来的时候，然后你要有一个助力，然后来小 S 左手过来。这个是不是啦？至少这样。这样黏住。好，徐熙娣小姐现在为你表现的是本季夏季最新的流行，就是遛狗遛滑板。这每一次下水去可以玩多久？我可以从早，我们大概都4点多出发，然后到那边1个多小时，然后玩到早上9点多10点回台。可是你猛滑这个，你手臂不会越来越壮吗？不会啊，好像会耶。有啦，有细一点了啦。请问伤痕是因为这个东西吗？对，是因为有一次去年的这个时候，然后我去蜜月玩。然后我就刚好要回岸上，然后滑滑滑，我就突然觉得天啊，我半边手都没感觉，然后很痛，就好像被烫到，就一看就发现，哎，怎么有一条东西挂在上面？我就把它撕起来，就发现这么长的水母脚挂在我。我听说那非常痛哎，很痛，而且我要跟大家讲，千万不要尿尿在手上。就那个水母叮到了。对，其实后来我去看医生，医生说那是错误错的，因为那时候我朋友就很急，他说你赶快尿尿，你赶快尿尿，我就说可能我尿不出来，他说好，那我们去买啤酒喝，然后就喝完就硬挤出一杯。然后倒上去就跟那时候打到一样痛，更加重吗？对。那医生有教你真正的解救方法吗？其实有很多就是喷水母，就是被水母蛰到的药，应该是要买那种药。哦，会消就好。对啊，所以你他们很像被人家逗。你那么男性化的人在海边会有优越感吗？会啊，因为我还是有啊。因为那么多辣妹，为什么那些男生要看你？我也很辣呀。哪里？我觉得还不错。这个是你去海边滑这个板的时候的典型的打扮。对，就是去那边，然后要开始才会把上衣脱掉。脱掉？对啊。里面是什么？比基尼啊。你干嘛那么吃惊啊？我是女生，我还是有啊，该有的我还是有。所以比基尼就会得到目光注视了。只要是比基尼就可以看一下。但也还不错啊，有那么脏吗？就是也没有到很好。小时候也是个帅哥吧？是。哎，那如果你滑那个的话，你这个不会被吹开吗？我有被吹开过耶，就是有一次也是在台湾，然后我就。
也是滑出去，突然就一个大浪来，然后就整个你就突然觉得这边空空的，就看掉出来赶快塞进去，但因为旁边没有人，所以没人看到。应该是很多人看到但没反应吧？真的没有人啦，那时候就把它当一般的男性救生员，没有人。男生裸哦，男生裸上身的照片呢？那是我。Oh, okay. 那是在巴厘岛嘛？那是之前在巴厘岛，所以手中拿的就是类似这个板子吗？对，是一样的板子。方便请教你在海滩上会有艳遇吗？有啊，当然会有啊，在巴厘岛还蛮多次的。他们都怎么跟你表示？就是他们会跟你搭讪，然后邀请你喝饮料。是服务生吗？不是啊，就是像这样一般的海滩上啊。然后是哪一个国籍的人？当地人。当地人。所以没有欧美人士跟你搭讪过吗？我去的时候没有欧美人。哦，有外国人有。等一下会告诉我们更多这些海边的事情。不过为了欢迎我们今天的海边的明星哦，所以呢，你每一位都可以用你们海边的装备打那个健壮的人的头一下。真的吗？那我可以用钉带吗？好了，不要了。因为他练出八块肌，他不怕痛。我练八块肌是练在肚子上，他肚子都不怕痛，你可以打他。可以打肚子，确定要打前面吗？可以打肚子耶，横的横的打啊！真的。啊！我挖人，是不是挖人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他八块肌渐渐散开了，怎么办？你这边硬开了，先生。先不要，快写，先不要快写，你们三分钟聊。欢迎季静小姐。下一位是美女，她感觉就是适合海边。然后应该今天别的女生没有喜欢她来吧，因为她算是新鲜货色啊。对，而且身材算是还蛮有线条的。她比你年轻。好了，旭旭已经快。好，欢迎下一位来宾。Hello，胖哥好，真的美美来了。你看她脸部整个就是真的是青春。